精彩乐活，平凡朴实。我在一个真善美的地方，我看见许多事，看见许多人。走，跟着议长一起游台南。哎，婷婷啊，那个议长说时间到了才能打开这个锦囊啊。等等哦。哎。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哦，开。啊、谢总。谢总是谁啊？你认识吗？当然不认识啊。啊？哎呦，我们上哪找这个谢总啊？啊，我在想，既然议长写的谢总，肯定是有名的人，而且、啊、很有名，一定是个台南人。啊，对。哎，这那边有人，我去问。走走走。走走走。阿伯阿姨，拍摄叫孟姐，你有认识一个人叫做谢总吗？我、啊、哦。哎、啊，我们去那边问。走。好，多谢哈、啊，多谢哦。阿伯派人叫门前哈，你刚认识一个人，叫做谢总哈。我就是。哎呀，谢总就是你呀、啊！啊啊，你不是谢谢，啊，不过你不是谢总哦。啊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哎呀，婷婷啊，一下说是，一下说不是。结果他姓谢，但是不是谢总、啊。天哪、啊，那怎么办？那个谢总在哪里呢？我们再去问问看啦。嗯，好，走走走走走。谢总啊，你在哪里？哎，你就是谢总，是的。谢总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先高兴，搞不好又是假的嘞。也有可能哦，你就是议长要我们找的谢总吗？台南水甲是虱目鱼的故乡，养殖虱目鱼的历史已经超过300年。哦，不管是养殖面积、产量、产能，都居全国第一。哇，嗯，谢董啊，嗯，哎，在2011年的时候，台南的水甲哈、哦嗯，是我们全国300多个乡镇中，嗯，第一个接到这个虱目鱼契作的合约。哦，那一张订单哦，瞬间让整个学家走红嘞！哎，是的，对岸的什么访问团呐、啊、电视台呀、啊嗯、记者会啊，全部都来这边来访问。当时是很热闹的，嗯，渔民是非常的辛苦，他们养殖虱目鱼，到了要贩售时，鱼价却由盘商喊价，渔民本身没有自主权，对于鱼价没有办法当家做主，任人宰割是一件多么可怜的事。所以，当2011年接到这一单订单的时候，渔民有了转机与生机，养殖户生计有了保障，再也不用担心盛产期崩盘。那时候，平均有300多位渔民哦，在排的等着契作。当时这张订单哦，可以说帮助了很多学甲的渔民，但是很可惜哦，这张订单在今年终止。这5年来哈、哦，其实哈、哦。大陆契作的价格哈，每一年都有1亿多的生意，嗯，相对对渔民的生活也改善了不少，嗯，但是没有了契作，渔民只有又回到从前，任凭人宰割。哎，不只是渔民难过，还有他。啊？啊？议长？哎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好。我正在看我们这些虱目鱼啊，嗯，我们渔民非常的辛苦，嗯，那这几年来以前渔民啊可以说入不敷出，做渔民有一顿没一顿啊。那5年前呢，我们去大陆争取了虱目鱼契作，这5年来渔民的生活慢慢的改善，那我们也看到渔民的效果，但是从今年开始虱目鱼契作就被停掉了。那你看这么辛苦的渔民，他养殖的虱目鱼，他等在几个月以后要收成，收成又没有契作的收成，它的价格可能很低，可能今年渔民大亏钱，渔民会掉眼泪。我想到渔民的眼泪啊，我心里就非常的痛，所以我一直想说怎么能够想办法让这种契作能够再恢复，这是我心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我是希望
很多没有参与的人啊，不要乱做批评了。嗯，因为渔民非常的辛苦，我们这个农家子弟，我们就一个心愿，让渔民能过比较好的生活。但是外面为了政治上的问题，为了两岸的问题，去污蔑整个去做企业养殖，事实上批评的心话，交什么东派有什么关系？对、啊，咱的心愿就是不要渔民是。心话较好，心意较好，就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诉求而已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多讲好话。是。那对岸的交流当中，我们也去肯定，拭目以去做，对整个这一渔民的一个贡献。嗯。我想不久的将来，只要我能够出境，我会继续替这些渔民再争取到去做，继续下去。我想这是渔民最大的一个期待。他们已经跟我反映好多次，那我心里也很难过。我今天特别来看，这些渔民、这些养猪、养殖的一个感触良多、哦。对，我感触非常多了。哎呀，我们计划由台南水甲资深渔民组成1000岁团，派15位70岁以上的渔民，预计今年9月赴北京争取苏木鱼去种。好，那我们就等9月。他的好消息到临，会的，9月啊，一定会有好消息的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！好，加油！议长带着我们来到雪甲，这丝木鱼的故乡啊，丝木鱼好吃新鲜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只是我脑海里一直出现哦，在养殖场，议长那落寞的神情，我从来都不知道渔民这么辛苦，尤其是在雪甲，这每10个人当中啊，就有一位是渔民哎。这5年多来。七座的养殖户因为价格有保障，不必再陷于生产过剩的这个崩盘风险。咱台南有足侪好食的这个小吃啦，吼、其中上界有名，就是沙白鱼。你今所看到的这几千家，就是全部拢是沙白鱼的所在。是安那咱客家沙白鱼哪会这有名？就是咱地方啊，的土质甲气候所饲出来沙白鱼，特别软丝。都无土味，而且沙白鱼的经济价值非常高，哦，伊做鱼丸，做起搁脆，搁入味，所以全国的人，大家拢来阮客家呢，也来买沙白鱼丸。啊，规只沙白鱼呢，包括鱼鳞吼，就是恁美女吼，拢用鱼鳞做胶原蛋白，在做化妆品，听到了没呀？化妆品，搁是防晒油。防晒的化妆的这些，所以沙白鱼呢，啊，离咱客家地方，离咱台南沿海地区呢，会使讲对整个渔民的生活，诶，品质的改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渔作物啦。哦，议长，我知道，因为吼沙白鱼有真丰富的蛋白质，对对，所以吼，伫咧咱台湾吼，有一个台湾第一鱼的封号啦。对对，啊，你若要讲沙白鱼吼，你吃阮在地鱼丸啦。吃西方吃鱼丸哦，伊这在地人啦，伊来甲恁介绍一下啦。哦，啊，咱的沙白鱼哦，会当讲伫咱台湾哦，算一尾国宝一样。哦。会当讲咱的鱼类哦，拢会改良啊，尤其跟沙白鱼会改良。会当讲沙白鱼哦，尤其哦，食了哦，对咱的身体啊，不管是囡仔啦，患病啊，哎呀，就以后哦，你也。要吃沙白鱼就爱破病，吼，还是生囡仔到我都吃着沙白鱼。所以讲讲哦，阮地方哦，迄沙白鱼养殖哦，最主要土质好，水质好，所饲出来沙白鱼哦，特别好食。哦，议员，啊，不过听你安尼讲哦，我是有淡薄仔怀疑。咱来问吼，咱所谓乡亲朋友啦吼，阿伯啦，哎，啊，请问一下吼，你感觉咱客家哦，诶，沙白鱼是毋是世界第一等诶？是哦，当然咯。啊，其他乡亲是感觉有第一名哦。我首先爱感谢咱二长，哦，多年来莫为阮渔民的照顾，啊，替阮争取有这个客座，互阮安尼在渔民一年当加减啊一寡收入，好安定阮的生活。这第一点，我爱感谢咱二长阿哥，咱家己员，啊，以及好这个。红党诶，红党主张是多方面无安尼咧替阮渔民照顾。啊，若要讲到即尾沙白鱼个，阮客家北门将军沿海家务，拄啊伊个纬度有高，而且伊个土质
土壤，啊，甲水质，拄啊上介绍合饲养三万鱼的所在，所以饲起的三万鱼会软 Q 好食，人讲牛奶鱼啊，哦，伊的色泽足水的，啊，伊的口感足好食，这无可否认的啦，哦，所以我嘛唔忙讲，咱鱼钓唔好。会当安尼，搁再继续为阮渔民哦，来努力来争取哦，看会当互阮加减啊哦，有一点啊利润哦。阮无想要大富大贵，不过阮想要求生活安定，安尼我就足欢喜。沙白鱼吼，离外国吼，因在英文哦，拢甲叫做牛奶鱼啊 ，milk fish。哦，所以喏，沙白鱼这个名吼，国外是安尼叫牛奶鱼，最主要伊啊。水啊，沙白鱼，恁北部人哦，可能哦，你食唔啥物啊食？是安那恁来来台南，感觉沙白鱼做好食，但恁北部感觉较歹食，就是恁较袂晓煮。所以，我欢迎全国哦，啊，咱所有的好朋友，恁来台南食沙白鱼，啊，甚至来阮客家北门地区食沙白鱼，阮特别甲恁招待，甲恁介绍。我相信啊，经过我甲你介绍，讲袂难食。离阮遮尔好的品质的沙白鱼，经过恁食过了啊，恁一定有法度啊，离恁北部也好，各地也好，来去阮宣传。啊，恁若愿意带来就对啦。阮台南人哦，多热情啦。恁着带来，若想来阮这温那食吼，阮拢招待啦，食碳海。哎，议长、议员啊，哦，各位阿公啊，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次议长带我们游台南。哇，台南啊，到处幸福可见啊，路人亲切，小孩子又天真，像你们这些阿公啊，那些大哥大姐们啊，哦，人又慈祥。哎，婷婷，这次收获很多呢。真的。哎，各位好朋友，真的有空啊，多来台南呢。啊，你来到阮北门的所在吼，我甲恁讲，阮家上有名就是沙白鱼。哦。好。啊，加减推销，我相信啊，大家认同阮家渔民。的生活会较好、啊，阮饲啊饲青蛙大，绝对吼有够大家食就对了。台南沙白鱼。